大家好，我是张吉。去年的冬天，在-27度的时候，我曾经参观过在齐齐哈尔的飞鹤产业链，我亲眼见证了生牛乳一次成粉的全过程。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妈妈们都有机会去看一下，其实中国自己的奶粉是值得信赖的，飞鹤奶粉适合